有一个查甫人哦，因为欠人钱，两天前哦，被抓走，就关伫咧高雄美术馆附近一间透天厝。伊真无简单哦，家己爬去厝楼尾顶喊救命，不过厝边隔壁哦，就是讲是讲耍笑，才过了点外钟，叫人去报案，叫护人员赶到现场，看到这个查甫人规身躯拢是伤，就是一般的病人，进门才知影，伊是被关伫咧遮，搁被酷毒。几个人耳底里都伫痛甲，脚手甲边全是伤，表情看起真痛苦。但是即马伊总算当放心，因为伊互绑票，才拄互救出来。这38岁姓李的查甫人，因为欠少，三天前互这主甲绑票，关伫即间透天厝内底，对方阁用棍仔甲水管甲拍。一直到饭店，伊趁着债主在困无注意，怎爬去厝尾顶想要逃走，而且阁大声喊救。但是一开始，这厝边隔壁阁想讲是有人在起酒笑。伫楼顶讲用甲，啊落来规身躯拢伤。一点钟后，才总算有人报警。啊，救护人员自古嘛想讲应该无虾米，后来才知影讲，伊是因为欠少，互人绑票，最后阁出动分推车，才甲这查甫人为高楼用台甲救来，嘛互伊度过一劫。记者综合。